700年，可以使沧海变桑田，但没能淹没这段历史。三朝宝库，海思遗珠。宋为长平仓，元为永丰库，明为弘济库。站在永丰库遗址公园的栈道上，可以与700多年前的瓷器文物时空相隔，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。这里出土了历代各类完整或可复原文物800余件，一层一层如抽丝剥茧般厘清了这个仓储遗址的前世今生，也描绘出了一个对外贸易发达的明州。各种物件从波斯出发，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几度重洋，来到时称明州的宁波。同样，这里也出土了大量江南和中原地区宋元时期著名窑系的瓷器产品，他们曾在明州等待汇集出海，烈火在他们身上烧结，最终淬炼出一个中国瓷器扬帆远航的故事。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永丰库遗址，是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定港的见证，也将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，让宁波沟通世界，走向未来。